那个后脑勺痛啊，后脑勺痛啊，后脑勺痛啊！我看到那个水，迎着那三峡大坝，水啊，一浪一浪冲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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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现在的斜度是这样，现在的大坝的斜度是这样，现在的大坝的斜度是这样，现在大坝的斜度是这样。你看，一点点往回倒啊，一点点往回倒啊，现在大坝的形状就这样。一点点往回倒啊，一点点往回倒啊！按照正常情况这样说，我是没办法做到这种程度的。一点点往回倒啊，一点点往回倾斜，我不知道倾斜到什么程度了。大坝现在已经倾斜到这个样子了，大坝已经倾斜到这个样子了，大坝已经倾斜到这个样子了啊！啊，水啊，一浪一浪涌过来呀，一浪一浪涌过来呀，一浪一浪涌过来呀，大坝已经倾斜到这个样子了啊！顾客，我要看看录像到底倾斜到什么样子，就倾斜到这个样子了啊！好，再见啊。那么准确。